咱搁这头钓也行啊，哪块唱的？那时候你咋看着是那块地你上那去的小心啊、哦、这块行啊、嗯、行行那、啊、你还上那又上那头去那瓶好干净干净我也想钓，也想钓。我戴一个帽子啊，戴一个这个防紫外线的帽子。这个紫外线很强啊，都变成这个颜色了。那个在室内的话，它是透明的。戴上这个啊。哎呀，我小老虎忘摘了。没事啊，没事啊。不碍事儿，不碍事。嗯，不影响发挥，不影响。行，真行哈。真行。走，走，走，走起。我操！我操！那走，看这块地方好不好？真行，你那绳儿拿了吗？你看你给鸭子给你游的，看着没有？戴上点帽子。呀，还飞的那个？哪飞了？那顶上飞的。哪呢？啊？那是啥呀？不知道。哎呀，那个妖姬河，哎呀来了！哎呦哎呦哎呦！看那飞物没有？呼呼呼呼呼，呼呼！这啥呀？怎么？干货啊！干货！干货！干货！小蛋糕，一只五香鸡，这是我早上包的寿司。爱心型的，这个是昨天我跟玫瑰姐在超市买的那个爆米花。哎，你看，哎，玫瑰姐给来个特写啊！哎呀妈，我一眼就相中这个了，这个是焦糖味的，挺好玩的啊。把那鸡撕开，那鸡能好吃。嗯，我想吃这个，吃点心啊！我就装了一盒，然后还拿了两大根未切的。在外边吃啥都好吃，这个什么都不用蘸，就这么吃就行。这饭里面我加了一点盐。哎呀，好吃，那可好吃了，好吃。嗯，这个蛋糕也是香鱼的，跟我这个衣服颜色差不多，就在室外可能吧，瞅不出来。小家伙事有点不好使，有大勺。嗯嗯，
这昨天买完我就赶紧放到那个我一个小冰箱里了。又有点风大，还行，这天。哎呀，我给你造点啊。换一换，这个是香蕉牛奶做了一个奶昔，然后我里边还加了那个美登糕的冰激凌，哎，现在还凉一点儿。临出发之前做的，嗯，哇，神仙搭配。超级好喝，大家试一下，把这整开了啊！妈，别喝，好，哇哇，焦糖那种电影院味儿。手套戴上。就是拿这种大的这种零食吃起来就超幸福。这还不贵，这一桶才9.9。就是感觉跟那个电影院里那个吃起来一样味儿。好不好吃？行。吃的酥酥的，嗯，这爆米花吧最忌讳皮了，皮了就完蛋了。哎，把这小鸡儿整，哎呀，冻冻，哎呀，好嫩的，一碰就碰上了，哇哦，哇！好香，香味儿都飘出来了。这已经拿大块吃吧，别吃了。找个大腿的什么的的。哎呀妈，你就知道大腿。嗯，这个肉行，吃吧，辣一会儿就行啊。等一会儿。嗯。妈，脱骨了。咱家那冰柜里都是红肠，也不想吃。嗯，感觉那骨头都能吃，能脱骨五香鸡，这叫德州扒鸡，没丑。嗯。行哈，还挺有滋味的。嗯，正儿八经的呢。嗯，你看罐子，那我吃鸡脖子。啃鸡脖子，鸡脖子。哎，皮腿拉胯的。嗯。还把寿司干没呢？干没。干没把鸡装盒里，来，你倒一块。太香了。我睡一觉，哎呀。下午这个点儿吧就犯困，等我醒了之后，一会儿老爹上来就回家了。
哎呀，收杆喽，钓着了吗？钓着三个，给那个谁了，给那个师傅了。那人钓三，那钓三了，给他，咱也不能做，钓仨鱼干啥呀？六个。那人回家说给他小孙女玩儿。